有请 NBA 传奇巨星 CBA 功勋外援史蒂芬·马布里。OK， 接下来有请中国男篮希望之星李慕豪。哇哇哇！起步！啊！哇，这种高度真的是难以置信啊！水平不用说，他稍微用点力，没人能防得了。哎，看看我们龙骑士的各位，真的是任凭风浪起，稳坐钓鱼台啊！来吧，准备好你们的欢呼，有请 NBA 现役球星、篮网队主力控卫斯宾瑟·丁威迪。OK， 接下来有请前 NBA 球员 CBA MVP 易建联。就是灌篮，这种炸裂的扣篮只有在这个场上才能看到。刚知道阿联成为我们队的魔王队的时候，我们的信心给我们了一个极大的提升。天神下凡，真的真的是天神下凡。这世界很酷。